Get it. 掐指。哦，啊，各位台湾政府的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看到这届每一届拢遮济人，实在心内有真济欢喜哈。咱这个组织会遮济人，通常甲一般比较起来。你若无这个五万，我相信咱钱钱都吃，有意义无？无意义。相信咱这几天来，咱有经过一个真大的节日，就是过年。我感觉讲，咱若问起来，过年予咱的印象内底有啥物款的好？咱唔知有人感觉讲，过年对你的意义？好在什么所在有无？加开钱，然后加无用的，啊，然后食甲加肥的，逐项拢加啊，但是大家拢有一个期待，想讲咱来这个年那个过了后，可能会愈来愈好，哪来哪好？哦，加一个分咯，哦，又加，搁起起来，搁加一个会大。种种，咱个想看吼，一个过年内底会加遮济出来。啊，毋过咱今仔要追求的是啥物？这就是咱将来要去甲思考过的物件无。所以我今仔伫遮要甲大家用真轻松。我知影咱大家上课拢真辛苦，也毋过伫即节课内底，我是要甲大家来分享着讲，咱的心内底。所欠缺是什么物件？咱爱用什么物件去甲补？你变那甲补，才补会甜。相信伫几即几工，你看到塞车的情形，应该咱来讲，有出去外口佚佗，你会看到讲迄车塞车的情形。哦，驶甲开甲啥嘛足火大，因为短短两公里的路，竟然开要一点钟呢。然后又落地库安尼钻安尼钻，哦，一直钻一直钻，钻到路尾好无简单找到停车位，结果去到到位哇拢人，啊无看骨转来好啊。大家努力钻入去，结果骨努力钻出来，努力钻入去，啊才骨出来。安尼代表讲，敢经济袂歹吗？晒遐济人，哦是吼，但是。咱阁冷静甲想看，是安怎有真济所在比咱台湾的人口加几啊倍？台湾人口的密度加真悬，也毋过因将来袂塞车。举一个例来讲，韩国的首尔，因伫1988年的时阵举办奥林匹克的奥运会，请问有塞甲真严重无？无。因为因真守规矩，一台车一台车安尼过去，所以伊嘛开始想讲，迄年的经验，予咱去感受着讲，因为奥林匹克这个奥运会是规全世界，唔来安那轮轮几落年才轮到因一遍，结果因这个上大的宴会内底，因竟然造成塞车的机会竟然是无。因为因规定讲，那今仔日就是单号的车驶出来，明仔载换双号的车驶出来，敢那这制度安尼那真好。啊，毋过，因这是应付一个全世界奥林匹克的大日制造这种情形，对不？啊，毋过，伫咱台湾的过年，卖讲过年，敢一个，那连续休三天，就这种情形就出来。所以，敢是制度的问题，毋是。所以，咱的交通部长，伊就开始去想办法，讲哎，咱若要减少塞车，要哪减少？还是讲啊，要来让大家买有着车票，伊用真济办法、真济措施来做、来执行。也毋过，你甲看，有改善无？拢无。敢若短短即几工的过年塞的，造成经济奇迹。然后，一个姓马的先生，伊就真
自我感觉敢若真好诶时阵，就讲一句讲，你看，你讲景气歹，我拢无感觉。景气好，敢会使用踏车这个规定来规定来看？毋是哦，踏车，你若搁甲看后边意义，我等我真点睛，每一届、每一年的过年，我拢去想着，对我囡仔开始对过年真侪期待，对囡仔开始，我嘛对着过年有真侪讲，哦，我过年要来做啥？我过年要来做啥？过了明年，我要来创啥？我要来创啥？有无？咱拢有这种经验，也毋过过遐久啊。我已经过几个年啊，咱我是甲算算吼，过差不多将近要五十个年啊。愈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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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煞感觉愈来愈无希望，因为看到讲是安怎古早过年甲即阵的过年拢无共款，因为咱的生活压力愈来愈重。所以今年的过年内底，咱嘛有感受到讲渐渐迄个气氛愈来愈无去。迄、那个欢喜愈来愈少，原因出伫倒位？原因就出伫讲，咱今仔日心内底空虚愈来愈大空，破一个愈来愈大空。所以你感觉讲过年对我来讲的意义是啥物？是愈唔敢去面对遮个亲人，唔敢面对着遮个朋友，感觉讲哇，我过年了后，我的头路唔知伫倒落。我过年了后，可能生活唔知变哪过。我过这个年了后，大家虽然即马大家拢休困，我较无感觉。也毋过一过年开始开工了后，人大家拢一直咧开工去啊。规定人拢一直伫厝休困，你想伊个心敢会快乐？未快乐，愈惊愈惊吓。所以伫咱台湾，伫最近。吼、哦，即几天来，我去足侪所在去甲看，去问着真侪家庭，足侪足侪家庭，拢甲讲奇怪，你个啥物人敢无转来？伊讲无啊，伊即届讲较无闲，无要转来。佮问着即个讲，啊，即个谁人啊无转来？伊讲啊，因个都无闲，拢讲无闲，拢讲无闲，也毋过实际上敢无闲，毋是，是因为。伊转来面对这个生活压力真重，唔敢转来。直到我感觉讲，咱台湾原来的社会已经变足济足济，但是我心内，阮昨去到一个所在，我会记想起迄个部落吼，阮昨去有足悬的山遐去遐佚佗，迄、那个佚佗的形，迄、那个范围吼，昨。阮招着大中洲的同心拢总几啊个，啊，大家开车来去山顶佚佗，有一个情形，看到讲遐个爸爸妈妈拢安那迎接伊个囡仔倒来佮家己个厝。咱今仔日上课佮即阵拢已经真忝啊吼！我等下用一首歌，你目睭用佮看看来佮欣赏。这首歌曲叫做《望乡罗纳》。这个罗纳是一个什么所在？是一个原住民高山的部落。这个部落伊曾经捌给伊囝讲：“你吼、哦、伫外口安那拍拼，安那拄到真济真济艰苦，你拢唔免惊，做你倒来甲家己的厝。你若倒来甲家己的部落，绝对袂枵死。”因为这个带你回来的路跟天顶的星跟天顶的月一样，每天都在那里给你引带，叫你要回来自己的故乡。我看到这个诗里面，他们是用到一个夫妇要引带我们唱，怎样录起来，是我几多年前去在部落里面录音起来。每一年过年听到这个声，我感觉讲，愈开始听感觉无虾米货，要过近来咱的环境愈变愈变，变到今仔日，你会当欣赏到因这个声的时阵，会当得到咱心内真济安慰哈。咱来目睭你用看看，还是点睛来个欣赏这首歌曲，叫做《望乡罗纳》，这是部落迄个歌手作因的制作创作曲哈。
真无干，伊这外面音乐可能无通买着，要过你伫遮会当听着。来，咱来欣赏看卖吼。可以吗？好，好，来，咱，好，伊这无虽然无画面，按过你用听看，伊这个唱歌的声音吼。听这种歌曲哈，伊都开始使用着布农语哈，迄、那个布农伊的声音发声。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阵，我甲问讲，请问你这个声，你这个歌词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伊讲几多年前，伊的囡仔捌去伫真远，去伫出去都市遐做工课，啊，毋过伊敢若接到伊的囡仔，甲伊讲讲，妈妈，我毋敢回去。因为我甲单也未成功，唔敢回去。听到这句话，伊的妈妈就用这个歌词甲写出来，甲伊囡仔讲讲：你爱勇敢，
不管你伫外口发生啥物偌大诶代志，吼，做你倒来，做你爱倒来家己诶厝，毋免惊。伫遮所有诶星、所有诶月，拢共款，拢共款遐尼啊光，无拢无无去。所以伊是伫遮用唱吼来作词，啊叫伊囡仔讲，你爱倒来家己诶故乡。这是差不多二十年前，我去录音录到的吼，感觉因咧唱的当中充满迄个感情，感受到台湾人真济真济伊所面对的问题，敢讲所有的原住民，所有的高山族同胞，我每一届去看到伊，就是拢一个疑问，伊就是伫外口，敢若用接到两种工课，第一就是咧帮人清洁。第二就是咧当顶帮忙，伊讲因干那用因着这两种工课，当因的心内底嘛作者埋怨的时阵，我嘛甲讲讲，其实伫咱的国家内底，伫咱的台湾徛起的所在，嘛有两种情形的人，因为有一种人伊毋免做工课，逐工就用逐个月用领作者钱，逐工用伫公园伫遐咧吐机子。有个人，逐天伫公园底下咧摕鸟笼啊，啊底下喊来喊去，底下咧用鸟啊声比赛，甚至骨较生气。我捌听到一个中国人来到咱家，甲咱讲，我甲问讲，伯伯，你在以前做什么工作？伊拄开始，敢那歹势讲的款，因为伊一个月领偌济，你知影无？伊一个月。在那个单位一个月会用领四万块，那时阵，咱一般做拍拼做，做拍拼做，逐工加班，搁再加班，搁加班，到十二点，等于搁做手工，安尼难难加加起来，一个月领三万二。但是伊安尼伫公所，我甲问讲，你做啥物工课？伊甲讲拉国旗的，恁听有无？拉国旗一个月四万，我讲伯伯，这个工作我来做非常合适。哦，扭一根国旗，伊讲伊一天把迄个车轮牌安尼甲扭起哩，啊，就去佚佗，回来四点五点，佫甲扭落来，安尼，逐天的工课。啊，伊讲啊，若拜那边怎，全甲囥在遐，拜一则安尼就免扭。我讲啊，若安尼讲起来。这种工课，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来做拢真好啊！啥物人袂晓做下手？无人会，都无人袂晓嘛吼！迄阮兜的弟就会晓啊！安尼一个月四万，甚至我甲讲无卖，免甲四万两万请我，我就绝对逐工来。你有这个机会无？无啊！但是当安尼一年一年，咱拢咧五万啥物？明仔载过年，可能咱若过这个年过了后，可能会过较好。咱一直期待、期待、期待几啊年啊，煞发觉愈来愈歹。所以，伫台湾人该面对的问题是啥物？咱来简单讲，一个塞车的问题，伫流氓政府研究差不多将近要五十冬。当年在研究要怎解决塞车的问题，大家拢讲啊，人就是拢真无闲，大家吼拢无要遵守规矩。我讲唔是啊 ，no， 塞车的问题绝对唔是无守规矩，这是其中之一一个问题而已。你变来讲无守规矩，因为大家都钱伫遐，我要守规矩，迄嘛真守规矩，我嘛无超速，迄嘛无法度超速。你敢讲我敢无守规矩？对头，到尾规个高速公路变做停车场，有个人讲啊，啊无甲国家甲做一条高架桥。咱后对南部起来的人，还是对行高速路，你看最近伫咱这个吼，杨梅这个路段有一个高架桥。迄、那个高架桥就是讲，哦，伊即摆是只若塞车，用爬去你面顶继续行。但是我甲看这条桥免超一年。嘛塌嘞，即摆就塌嘞啊！连还未开始，哇、哦，都拢还未开始做就塌嘞，安尼变安怎？佫加做一站，是咪？唔是，
咱今仔日边要真深来思考这个问题伫倒位。第一，咱有去想讲，别国是安怎那袂脱掉咧？流亡政府敢若甲咱讲，人因为别国拢遵守规矩，歹势，台湾人嘛遵守规矩。那原因伫倒位？我甲各位将我所知影甲恁讲，都是因为吼，我们去访问到真侪家庭，讲奇怪，你着怎过年出嚟搭车？你哪要出嚟？伊讲我过年干那休五天，我若无利用你五天，较紧出来行行绕绕的吼，规世人着做工课尔，所以拼性命来出嚟。虽然伊嘛知会搭车，但是伊着感觉讲出嚟到外口安尼。呼吸一下空气吼，啊，吸一下空气，就感觉足欢喜的。哦，原来有出来啊！过年有来搭车对哇，安尼伊甘愿啊。但是，你敢知影外国是安那袂搭车？我听过真济先进的国家，因讲奇怪，恁那袂搭车？伊讲我是安那就爱去搭车，因为我一年有十几天的特休。即天若搭车，我另先选定别天来去。所以统计起来，咱知影讲咱的搭车原因伫倒位无？因为会搭车的原因就是讲，咱今仔日若无利用即五天来放轻松一下，明仔开始，咱的肩胛头逐天都爱去加起筋，加力，爱着爱继续拼，拼到用啊，拼到天光。安尼开始一天过一天，爱着爱去听候啥？听候明年的过年。所以咱的期待过年的原因就是伫遮。那像讲哦，过年到啊，我会使休困一下啊，小可休困。但是咱失去的是身体健康歹去啊。有的人想讲哇，我过年内底若无好啊利用，较紧来做啥物工课？哦，你知影台湾人无闲到啥物程度无？无闲到连跋筊的时间都无，所以爱利用这五天较紧的跋。规暝做日安尼吼，嘿，啊无吼，过来过来，若上工的时阵开工就无人，无人通甲我耍啊，所以我较紧的利用这五天休困，为初一甲初五安尼开始休困，安尼开始做，一直做一直做，这就是咱面对的面对。啊，毋过伫咱另外一种人，伫咱台湾的中国人，你敢知休到当时？我甲你讲。我捌拄到较早伫即个公家机关，我甲问讲，咱会用休到当时？伊讲休到初三十。你敢知初三十是几日啊？休到初三十，为初一休到初，为除夕休到初三十。啊，我讲啊，是安那？你来使休啊久？你才了解。有一年，阿扁总统。做到台北市的时阵，我相信迄个画面都拍出来，大家拢足欢喜的。安那讲？因为大家拢看到阿扁总统，吼、哦，迄阵台北市长阿扁市长去个办公室过考试，开始一直骂一直骂，这个人去倒，伊讲出差，出差的代理人去倒，出差，伊故意的代理人去倒无来，啊无来那真正常呢。结果阿扁先生去伫遐做市长的当中，伊就真严格开始要求无来去控制。凡是有听到真济台北市政府的人，有一挂人讲：“哦，你知我偌歹命无？我中昼拢无法度倒去困中昼。请问恁搭一个做工课，中昼通倒去困中昼，野手一个？而且吼。”我拢无得困到精神才爬起来，点半就叫阮起来上班，什么社会哇？请问你唔知几点起来开始下昼刷咧上班吼？是安怎？伊会使讲这个话，咱未使讲这个话。但是台湾人伫这个面对这个代志的进程，我相信咱侪侪人开始，虽然面对遮侪不满，也毋过咱拢甲当作讲系无要紧啊，无法度。哎，要安怎？这就是咱今仔日有感受到讲真无奈。所以台湾人面对的问题，咱唔敢去勇敢甲面对。我会记得
咱真侪时阵拢咧嫌咱的囡仔歹，咱的社会出问题，有真侪专家嘛开始一直咧讲足侪足侪，讲咱要来解决台湾问题，解决青少年，解决大人老人，才是社会种种。你甲想，准讲咱的塞车问题，你若无予这个特休，你甲想一般的工厂搞这个特休，虽然是有，但是伊甲你逼到予你无咋请。咱敢会使真自由讲啊？我这礼拜我要安排五天来休困，一个年度内底我要安排几天来休困，大家拢唔敢这种想法。我记几啊年前，咱特别为周休二日，为拜六下昼开始，星期六要周休二日，迄个期间甲改变的进程，有真侪老工伊拢讲虾米话，我唔敢想讲，阮的工厂会当休两天，因为吼休两天。头家敢若行出卖，也毋过公务机关偌欢喜，伊开始伫遐讲哦，对，这人权这拢爱休困。但是伊去到外围，去到一个餐厅，去到一个所在，伊拢甲问讲你休几工，伊拢毋敢，伊那无爱去问看讲遐人是休几工。咱的劳工内底，咱一个月，咱一礼拜是休几工，咱拢像牛共款，一直做甲。你拖袂叮当啊，才休困。这就是咱面对的问题。咱想起来，感觉讲哇，安尼唔知要安怎。来，咱面对即卖囡仔的问题，你有发觉到讲，即卖囡仔的心内底到底是欠缺什么物件？哦，有当时想到这個，我也感觉真好笑。你敢问讲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伊讲我要第一名，哇！伊讲因爸爸妈妈吼，那第一名吼，特别买啥物货，买啥物货给伊。我看到侪侪囡仔拢讲，哦，我考试那考了真好，我爸爸要买啥，要买啥。啊，毋过伫这种诱因之下，你甲想，这个第一名对着咱每一个人有利益无？无利益。在几年前，我也捌问过真侪小朋友、真侪国中生，我甲问讲，请问，咱的今仔日来用这个能力分班，恁感觉有合理遐无？有合理无？就是教读册甲分一边，含慢读册甲分一边，啊，这边较认真教，这边凊彩。恁感觉这种条件能力分班，敢是对着咱社会有一个帮助？当我迄时阵，我是去放本地 A 班的妹啊，足奇怪，我都无在伫头前。可怜我若伫 A 段班的上头前，我惊袂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住伫迄，人咧讲做冻酸妹啦吼。伫这个冻酸妹内底，迄老师咧轻视学生是安怎轻视？伊每一届，恁不甲你处理代志，我感觉讲。我若伫迄个班级内底咧生活，感觉真艰苦。因为老师，你若刚刚报告老师有人欺负我，你知影迄个老师会甲你问啥问题？你成绩好不好？你这次数学考得怎么样？你国语考得如何？要先啊要叫老师主持公道，都爱先问看我的华语考了好啊无？啊，我的数学有及格无？我的英文有好无？老师才要甲你处理。啊，若无？你敢去要徛了骂安尼尔？咱面对这个问题，学生囡仔确实是真艰苦，因为咱也真知影，今仔日伫台湾的学生已经失去了分析的困难，已经无分别是非的困难，能力已经无去啊！伊敢若知影讲，我着拼冠军、摕金牌，互阮爸爸妈妈欢喜，安尼就好啊。其他不择手段，甚至伊轻视着别人，比伊 B 段班的人，伊着较轻视。你敢知安尼社会会造成啥物款情形？这个社会一直愈来愈落伍，愈来愈歹，因为安尼教育内底无的确是真正好，所以。看到这种种情形，难免来面对。今仔日难免帮助咱的囡仔。兄弟，我第一届去伫这个甘欢医院上班的时阵，
我对着遐个学习条真济。我来讲两个例，第一个例就是，当我去到迄个所在，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国中生，伊本来就是真歹，大家老师拢甲我讲，这足歹，这卖插伊，你着做你上课。但是伊伫感化，迄个叫做感化院吼，感化院内底，伊来到内底，哇，迄那做无好，就开始用讲诶。亲像牛安尼一直拍，结果，但老师咧甲讲，一直甲讲的时阵，你敢知伊因为讲即句诶，我怎头脑歹做？我讲我无，我感觉伫遮继续做落去，真可惜。伊甲我讲，老师，你若同款甲我同环境，我唔相信你会比我较敖。我甲问讲，请问你的环境是安怎？伊讲，我的爸爸唔咋食，我的妈妈逐工无看人，啊，我逐工就是安尼喊来喊去，唔知咧创啥，无人甲我管，啊，今仔日要倒食饭嘛唔知。伊甲我讲，老师，你若像我这个环境，我唔相信你用徛伫台顶甲我教。这个代志，让我感触真深，感受着讲，咱今仔日要检讨别人的时阵，拢真容易。也毋过看到伊个问题，咱要甲改变，遮尔啊困难。我嘛看到咱个感化教育内底，真济真济拢失败，因为伊只要甲伊内底管了好，安尼就好啊。伊用武力甲遮囡仔讲讲，恁着好好做人啊，处理。但是你毋知讲，迄个内底个工作人员是何等个黑暗。我若讲。在内底工作人员，每一届拢伫咧检讨，着讲叫学生囡仔袂使哩食薰，恁敢袂感觉足奇怪？这个问题伫感化院内底哦，伊讲咱老师爱要求囡仔袂使哩食薰，因为要青少年。我伫遐提出讲，奇怪，伊个薰是对倒来？原来。是内底工作人员摕入去卖因的，而且佫卖较足贵的。啊，你讲袂使食薰，你对阿讲几波，老师要规专，一直要求，一直要求，有路用无？用同款无路用。所以伫遮今仔日咱的上课讲，咱的心灵教育是咱真清楚，看到台湾遮济问题，咱毋是去甲气嫌。第二项，讲到这个。国小，当我对遐个专对国小教册时阵，我本来想讲要倒只好啊来甲发挥，哦，要将我这满腔的热血吼贡献到这个学校。但是我去几礼拜，我就讲啊，无法度，因为足失望的。我去迄个所在，逐工学生囡仔用参加庙会，伊就应请公假。伫遮我甲伊讲讲，恁敢若逐工伫遮参加这个百家奖，请问这谁会使请公假？校长讲，因自古早就拢安尼啊。所以咱台湾有一个思考，咱毋敢去改变古早留落来错误，咱甘愿咱一直落去。当有足济人，你甲我。对立的时阵，伊讲谁呐？这台湾文化这么好，你呐不爱去甲采纳？你谁呐不爱支持？你伫咧认为百家奖歹？我甲各位报告，当我亲自去了解百家奖因的社会生活内底，伫我迄班有两个查某囡仔相生啊，因逐工迄个个性，迄个暴力，你唔敢领教。当我去到迄个所在。迄真济人甲讲，老师，郑老师，你卖插伊哦，你即马唔好去甲惹着哦。我讲是安怎？伊讲，反正卖插伊就好啊。原来我才知影讲，当别个老师若讲话讲了无到，甲要求讲来，你点点袂使讲话，你袂使趴咧困。因个动作就是为伊啊举起来，专为讲台甲你拼去。你老师若闪无你，就赶紧啊！闪无你，我看会着伤，爱赶紧叫119。所以我第一接到这个班级的时阵，我一直咧思考，是安怎伊来安尼？
但是有前一次经验，我知道说，一定几个家庭环境。所以我去看到他的家庭环境，才知道说，原来他的妈妈每天在做动机，他的爸爸也不知道在哪里去。每天就在那起动，所以他也学习说，我们如果起动，他也把他学起来，来到学校，但是这样敢有改变他的性格？没有。他去参加这个北加强，人北加强没有查某，他们两个特别，人温俊也在参加。所以他当学强害，当学甲骂的时阵，哦，真无简单。这个代志当中会当，可以讲到啥事，你拢大家都惊，连校长、大家全校无一人敢甲惹，两个相生啊。但是，伫遮，我嘛甲大家分享，今仔日咱拄到这个代志，唔是一直甲讲，也无这两个甲掠去边啊，这两个规气甲关起来。你知影掠去警察局，警察嘛无爱甲收。阿伯安怎？第隔一日，等伊一届来，我甲讲，请问全校全部的同学，规班的同学啦吼，拢咧开始问讲，哦，老师，阮爸爸安怎？阮妈妈安怎？啊，阮老爸安怎？啊，阮食安怎？食安怎？伫遐真侪卖完的时阵，我怎用两节课的时间，甲因讲讲，来来来，各位同学。规班的同学，恁摕纸甲笔写起来吼，咱甲全部所有，你要感觉安那做诶物件，你感觉安那才是好老爸，啥物安那做才是好诶妈妈，你甲写起来，啊，咱来抄到黑板，大家安尼尽量写。有人则讲，我希望那做一个老母诶人，应该袂使管查囡管伤济，哦好，甲写起来。啊，搁有人讲，做老爸应该爱互逐个月固定囡仔零用钱。袂使你减，爱定时，袂使拖，我嘛甲写起哩。古话人讲，查囡若无想要吼做后生囝儿个，若无想要讲话，袂使一直问。哦好，嘛甲写起哩。你敢知拢总写写几条？158条。哦，哎，古唔难呢，为囡仔，为学生讲，老师要袂哩，要袂哩，后日再过来。等因后者佫一直加，一直加，加到超206条的时阵，才讲好啊，差不多啊。安尼，这才做爸母的条件啦。拢总几条？206条。乌帮写到袂当了。当写到这的时阵，我感觉人也是真善良。我嘛发觉着讲，咱的台湾人所教育。台湾人的本性确实真善良。当全班40几个囡仔，我甲伊问讲：“安尼各位同学，请问，有一日你若做到爸母的时阵，我都完成这个条件的人，请你举手。”结果无半个举手。伊讲：“安尼我不爱做父母，我嘛不爱结婚啊。”我讲：“唔是安尼。”但是这个内底，我看到这两个相生啊。双胞胎的查某囡啊，国小六年，两个怎伫遐趴咧一直哭？我甲问讲，恁是咧哭安怎？伊嘛歹讲，一直哭，甚至校长嘛来讲奇怪，我毋捌看过这两个囡仔咧哭。曾老师，你莫甲趴甲伤严重，伊甲你报仇哦。我讲我拢无甲讲着呢，我拢无甲牙擦嘛，无甲抹着吼，啊，就一直哭。这个代志连迄个辅导主任嘛，甲两个叫去讲，恁两个是咧哭安怎？因拢袂讲，啊，叫是讲我可能会面对真大的威胁，因为我可能甲这两个骂甲真严重，甲伊糟蹋甲真迄个，所以呢，因啊放学了后，真侪老师拢甲我讲，曾老师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出来说字哦。我讲是安那爱说字，这两个吼，唔是简单，这比恐怖分子较严重。你要注意，你今仔该收你家忝，你等下出去绝对出代志。啊，你莫互知恁到底打恁的电话，拢爱保密。哇，我听到这出去了后，才发觉着讲，老师唔是安尼呢，我拢无甲伊讲甲一句话，嘛拢总无甲骂甲一句。我只是甲迄天的情形甲讲互听，因两个怎一直拍咧，一直哭。所以，伫遮咱看到，咱也是人，
拢是有一个良知，拢有一个良心伫咱的内底教育，讲咱着该安怎做。咱毋是精神啊，咱毋是动物，咱有一个思考。也毋过，伫咱即种遮优秀的思考，你敢想，迄敢若短短几秒钟，毋是我厉害呢，是因家己人的本性着展现出来。咱只要有机会互伊展现，我相信即两个学生，我嘛甲伊讲讲，我代替你的爸母甲你回事的，因为全世界你的遭遇、你的种种，是周边的人所造成的，毋是你该负担的。当伊听到遮，你知影伊毕业典礼的时阵，伊安尼真毋甘离开学校，讲老师，我敢使搁倒遮搁读，我讲袂使你啊，你也去国中啊。伫遮要讲，毋是讲我做甲真好，实在是我着发觉着讲，咱人台湾人自古早有真好的思考能力，一一去互磨灭，去互人甲消灭。我用一个简单的例，有一个生物科、生物家吼，动物学家，伊将三只狗仔仔甲关一个笼仔内底，伊甲关入的时阵，甲做一个机关。就是拔一个金蕉，你知影高山看到金蕉安怎，一定跳去救的。但是这三只拢已经知影讲，救的时阵啊，迄怎转水出来，转足大个，啊，便救一个就转一届。当转一届，哦，这三只高山拢知影讲，金蕉无救哦，救会转水哦。因拢知影哦，这三只高山拢知呢，讲救金蕉会转水，所以袂使救。结果，甲一只抓出来，放一只新的入去，这只新的干冰干冰，去看了啊！金蕉要甲咬的时阵，去用迄两只怎甲卡来讲？你搁咬看嘞，这会怎？这袂使咬，你搁咬？啊！迄只新的高山也想讲，奇怪，高山都爱食金蕉就对啊，那唔对，啊那会袂使咬？等过一届，伊搁甲新的抓出来，搁一只甲抓入去。哦，迄只新的嘛，啊！金蕉要咬的时阵。去哦，其中两只，甲卡落。第一只，会心内咧想啥？这金蕉无咬，因为咬会转水。但是第二只，伊个想法啥物款？袂使咬，咬会红坑。两种想法就出来。过来，佮换迄只，甲抓出来，上新迄上旧迄只甲抓出来，佮六只新的，哦，迄三只嘛要入去。要跳去救的时阵，转两只同齐，甲一只狗山甲牵落。伊讲金蕉都袂使救，迄救吼，你互牵。煞变作三只狗山啊，拢认为啥？救金蕉会互牵头壳。安尼一直循环落。虽然咱听到这个比例实在是真好笑，不过想来想去，这敢无像咱台湾人。咱台湾人若讲到穷鬼，哦，惊啊要死。那像会去互拍掉，会去互弄掉，伊会甲咱安怎安怎安怎？还是讲着讲政治袂使插，政治是咱台湾人拢袂使去碰掉的，因为碰掉你就会性命危险。一直到今仔日，咱拢无去思考讲，啥那政治袂使插，啥那政治咱袂使去关心。咱敢若是讲啊，咱若关心着政治，可能你的性命会无去。啊，实际上感恩的，所以咱从这个情形去讲，予外国、世界各国咧听的时阵，咱若去甲美国人讲，政治莫插哦，那插吼，生命危险。美国人都爱笑，讲哪安尼？今仔日情形变到这个款，我相信，咱安尼讲到这，有真济真济对着台湾你所了解的。是咪？这些问题拢出来，过来，当这些问题发生了后，咱的什么物件佫无去啊？就是尊严。台湾人的尊严已经嘛，互骗甲讲，你袂使有尊严，你敢做奴才就好，你伫做奴才就会杀你啊！这严重到什么程度？我会记哩。伫我周边吼，拢发生足侪足侪真好笑的代志。啊，我感觉起来吼，奴才是做久，煞变作无灵。因为
咱若做过兵的人，咱拢知影，伫军中的教育，伊毋是要教育你有一个责任。你知影美国伊咧教育军人，第一就是爱教育你有国家概念，第二就是爱有责任，过来就是名誉，就是你顾着家己的名誉、荣誉、责任、国家荣誉、责任这三项，拢总就是咱来去遵守的。这袂使任何人甲提去边啊，嘛袂使甲伊侵犯。啊，毋过咱加一个啥物物件？加一个领子甲袖子，规拢改变，咱的尊严拢无去。伫咱若做过兵的人，因为我迄个单位是陆海空三军拢有吼。啊，有一届这个。咧陆军的团队吼，迄、那个歌星来阮遐做演唱，我就发觉个足奇怪代志，是安怎陆军的阿兵哥，迄、那个歌星甲伊邀请讲，我甲你同齐跳舞，遐安尼硬甲扭，安尼甲扭，伊就袂出来，唔敢出来。我讲是安怎，你哪唔敢出来？我甲讲无啦，我衫着遮垃圾，啊，阮着像乞食兵咧。但是海军、空军是安怎，伊安尼甲照着出来，因为空军、海军的衫较整齐。当我看到这个时阵，我感觉讲是安怎陆军叫做乞食兵？伊用这个乞食兵的名义，怎甲你落个头开时阵，伊煞当作讲，哎，真正咱乞食兵哦，咱吼身上规身躯垃圾里头，这是理所当然。咱敢若用到涂骹咧爬啊，拢总做人的奴才啊，搬物件、放草，这种身上诶。有一回，我为着这个代志去调出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，因为这个代志嘛造成真大轰动，就是讲我咧做反思想的教育，因为本身我就是少尉辅导长吼，啊，我想讲利用这个机会，甲阿兵哥讲，恁来将短短两年的时间，千万千万唔好过咧戆兵啊处理，你爱知影要安那保护家己，你的尊严爱安那顾，伫咱内底。面顶的人家一直糟蹋咱人家的尊严，你爱会晓维护？我甲找出迄个海军陆战队，美国海军陆战队，因都开始训练嘛，是伫涂骹爬到垃圾里头。但是因休困的时阵，因每一个人拢穿甲足整齐，开始去身躯穿个整整齐齐，啊，这领带起哩，徛出来，一个真威风凛凛的将军。啊，是阿兵哥士兵，大家你甲邀请伊的尊严有原则嘞。是安那咱中华民咱吼，歹势。伫中华民国的国军教育，就一个教育讲，你就爱像狗安尼爬，叫你徛起来，你唔敢起来。这就是咱今仔日错误的教育，嘛，互咱真愤怒。经过这个代志了后，咱共同来思考，今仔日五万要藏伫倒位。相信有侪侪人拢唔敢去欣赏着咱的台湾，对着台湾，敢若开始甲气嫌，位都看出来。当我去到山顶足侪间学校，伊校长咧讲伊的心声时阵，伊讲在以前伫古早，我即间学校小学的内底，拢总有一百几个学生，虽然是部落的学校，但是有几百个。哦，妈妈七八百呢，结果我讲啊，现在即马恁学校几个？伊讲剩下五个。伊讲啊，恁同学第一名，阿们一二三四五，大拢会使领到奖品。伊讲对，一人一个，拢袂少争。阿姆过探讨原因，咱会想讲啊，可能即马囡仔生了少，唔是这个原因，啊是讲。啊，因为吼，这个所在就是囡仔生了就大家拢一直无学生去，虽然这是原因之一，但是重要原因伫倒位，每一个人拢总开始弃嫌着伊个故乡。咱回去甲家己个故乡个时阵，毋忙你专心甲看卖啊咧，每一个人拢家己好好歹读。甲调来台中读册，家己个参政个学校歪读，啊，甲调去较都市个读册。你敢问讲，谁人咱爱离开遐去读册？
爸母拢甲你讲一句话：起遐有竞争力。我讲起遐做阿红包尔啦，吼、哦，其实拢有啥物训练无？敢讲小学校都袂使栽培好个学生吗？我捌做过统计，我统计着阮遐庄卡个国中，我甲问着二水国中，我做一个例，伊讲二水国中较早个班级是为一班甲十四班，考着台中一中个拢总五十二个。注意哦，考到台中一中的五十二个，彰中的四十八个。你敢想，迄时阵讲老师蛮含慢噶，唔是？还过即马咧，全部二水国中剩两班，考到台中一中的无，考到彰化中学一个。咱伫这个思考内底，你要教育囡仔安怎教育？而且不是老师已经含慢噶，嘛不是讲环境教材已经退伍落伍，嘛不是，是因为咱有一个真重要物件无教育给囡仔，就是咱无去甲教育讲，你爱疼惜你的本土故乡，你爱伫遮读册，读到无学校的时阵，你才去外地，安尼一直读一直读。所以在咱台湾有一个现象，变作讲你若去读到什么学校，对古早去都市读册了后，过了无偌久，伊读到大学了后，去倒位读？去美国读，啊，美国读了，怎住伫遐袂倒来？这就是今仔日咱台湾是安怎会注重这个物件，就是讲、哦、我当拢爱拼第一，爱拼冠军，结果伊倒去到美国的时阵，你知伊回头来嫌什么？嫌讲台湾真无好啦，台湾吼、哦、比美国差济咧啦，台湾哦，迄些袂大哩啦。今年的过年内底，有真济朋友对外国倒来、对美国倒来，拢咧甲我反映这个问题。确实，我今仔日来甲伊讲，请问要哪去美国？我相信我今仔无徛在遮咧，甲大家讲话吼。确实。当我若听到讲，伊咧甲我讲美国真好，美国安怎的时阵，我若甲伊问一句讲，啊，你安那去美国？啊，你是安那去的？啊，我也要去。今仔日我就无机会在遮讲话。这就是咧甲咱代表讲，你甲我，咱今仔日来遮训练，有一个共同的心声，就是咱遮所有的人拢要选择住伫台湾。我嘛甲迄个朋友讲，你唔通袂记哩，你是伫遮出世的。虽然你佫较大个成就，你伫遮来，你去你甲外国来遮嫌台湾嫌甲逐项无一块好个时阵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伫台湾唔是永远安尼。台湾，咱若每一个人精神起来，我相信台湾嘛有侪个人想要去甲改变。侪侪人想要去甲承接这个使命，因为我看到咱每一期台湾政府而且受训的人，一日一日愈来愈侪。的时阵，我知咱的愿望已经到位啊。伫阮昨去到这个东部的时阵，阮看到为东部安尼甲看去，看到玉山，看到台湾上悬的山，阮有真侪感动。阮知影讲，阮看到希望，看到成功已经伫遐。今仔日只要骨较拍拼，咱就要到位啊！所以，甲大家讲遮久内底，咱的心情可能会愈来愈歹吼。也毋过，当咱发工了后，我要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吼，就是伫咱台湾渐渐愿望已经起来，咱的台湾。自从台湾政府，伊毋是一个对着冲突，对着讲啊，咱就爱有族群的气力，毋是安尼。咱台湾已经有人了解这个法律、国际规则了后，咱要用国际规则行出国际社会。但是，咱要行出国际社会进程，你爱先疼惜你台湾，你爱要欣赏
当你批评讲，是安怎咱台湾的即马囡仔拢袂晓去欣赏台湾侪侪歌曲？你知影台湾有真侪音乐超过全世界。用一个例来讲，咱先来听一首，嘛是应该是2000年，奥林匹克迄个奥运开幕式哈，伫亚特兰大。你知影伊唱的歌是虾米人唱的？台湾人唱的。咱来听这首奥运的主题曲哈，你得听了，你会知影讲台湾唔是你所想遐歹。1996年，巴塞隆纳，伊所唱的歌曲个吼，这是伊的原声，以及底下现唱出来。看到这吼，这真正是咱台湾伫国际舞台唱出来一个歌曲。你知影讲当初时都唱出来吼，真济世界各国听了这个音乐，拢讲这个音乐是倒位来的。甲讲台湾，伊讲台湾伫倒位啊，无人知影。所以济济咱拢知影讲台湾有真好真好个物件，咱拢去用骗做啥物货？迄龙哦，唔好插伊。我会记你古早，咱嘛拢有这个经验。当咱听到讲这个台语是一个啥物民族，龙哦的民族，对不？咱若讲到讲哦，你这种有台湾风俗的思想，这叫做龙哦的思想，这是足糟蹋人的呢。而且，你敢知道中国
现在的社会里面，他在笑我们什么东西？最近你如果去日月潭，去坐坐的地方，他都跟我们说一件事情，让我们心里想得很艰苦的。他说，我们那边啊，比你们先进了很多啊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，你们这边啊，还在做什么？还在烧那个金纸。他不是跟我们，你知道他烧那个东西叫做什么东西吗？他有给我们一个名称，我特别跟他约去，跟他说，请问你跟我说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跟我说，你们台湾人要在烧迷信纸。我听一下说，哈，什么叫做迷信纸？叫做迷信纸。他跟我们烧这个东西叫做迷信纸。他说，我们这都没在烧啊。各位，你如果想一个清楚，今天是烧这个纸，不是我们的不对，是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，去改变，为了环保，为了地球，为了真实，敢真正烧愈多，对着人愈好，对着人愈利益吗？咱这个代志可能爱等于好好思考一下。伊用着迷信纸甲咱笑，咱今仔爱改变是，唔是改变都倒来，爱改变咱的行为。今仔日，咱要改变，就参像讲。四百年来，伫台湾内底无人组织一个政权。当我去啊，咱坐一个所在，甲咱讲，即马咱的政权特别搞，台湾政府特别起来，中华民国特别结束。每一个人头壳拢想讲，敢有可能？敢有可能？而且嘛，坐坐咱的同心朋友来遮受训。也开始在讲到这个事情，我们要接政权，你有信心吗？我不忙你大声说有啊，不通哦，是，谢谢，真好吼。因为这就是我们台湾已经尊严被提掉的时候，你很多事情不敢去回答。我敢问说，谁要接政权要什么学位，要什么能力吗？没有。我甲真侪人讲，阮最近出去外口嘛，拄到侪侪人，伊甲你反抗，伊讲你们凭什么接政权？我甲讲，凭讲台湾是我的啊，要凭啥物？凭台湾就是我的啊。伊第二句话甲你讲，你敢有能力？你有气力无？我讲有，绝对有。伊讲你有受过什么训练？你有没有打过共匪？我讲笑的，讲的什么话？问这个代志内底，伊要甲你刺激，让你感觉讲，我要接政权，那像无可能的代志。但是伫遮，我伫遮呼吁，咱今仔日要接政权，我甲伊回答。我讲，台湾人毋是每一个人拢戆人，台湾人毋是每一个人拢总袂晓含万，迄是你甲阮讲的。台湾人将今日训练一堆军队在，这个团体内底有真侪种高的人、含慢的人，拢总有。但是我伫遮对着较能者、较含慢的人，你唔免灰心，唔免伊讲我的学历无够遐，我的气力唔知有够无，唔免，因为台湾是你的甲我的。今仔日无咧分工，能力好甲歹来接，啊那呢，请美国人来管就好啊，唔是安尼。今仔日台湾是你甲我的，今仔日能力好甲歹，拢总是你甲我爱去承担。能力歹的人，请你谦卑，向着会晓的人学习。那么会晓的人，请你爱用真大的疼心教育未晓的人，甲未晓的人甲教。我相信，咱若坚持这两点，咱有信心接政权，对，真好吼。咱的接政权内底，参像一个物件，其实是遐个人拢会问讲，你变哪接政权？我用一个例来讲，咱拢知影，这个手套是要落伫倒一位，
因为这个形甲手同款，也毋过，伫咱台湾人要落这个手头的进程，伊的想法伊变啊落，伊手机话呢？中国教育甲咱讲哦，这个是甲落个脚，你甲落个脚的时阵有发挥的功能无？无。啊，你若甲落个手，有个人的手，流氓政府甲你教讲，咱即马手拢爱救话呢？请问落个入去无？落安尼，安尼有亏得无？无。今仔日台湾政府要甲咱讲，咱的手爱安尼，咱就是爱避办这种形象，迄种亏得。咱把这个落落了后，完完整整，这个键盘落在咱的手。咱若落在这个手的时阵，你甲看，这支手会使做啥？我卖用讲话，用安尼来。来，我请问一下，谁你要站起来？是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。好，请坐，谢谢。咱这支手若落好完整落去，咱会当指挥，会当掌握，会当掌握这个宽柄，会使去指挥讲来，你创啥创啥。今仔这个手，唔忙大家，咱唔好落一半，唔好甲落安尼。我若落安尼，甲比伊袂爬起来，因为这样唔知要创啥。今仔日民政府就是咱唔忙大家真正甲手落好完整。了后，咱会使指挥，咱就会使掌控着，叫流氓政府、中国政权离开。这就是咱的希望。所以，伫遮第一步，咱来建立咱的信心吼。咱的信心不是哄骗，啊，甲你无去，不是安尼。咱的信心建立伫讲，我就是一个真优秀的一支手。我的手不是要变作。比安尼，还是比安尼，还是要比第一名嘛落袂入去，比安尼嘛落袂入去，都爱大家平均，大家三听互助，这支手落落了后，你会使指挥。咱莫讲骗你。过来，当咱有这个指挥权的时阵，咱要放伫倒位？哇，我真侪看到中国教育的人，伊甲问讲。我若接政权，我要开始做一件代志，做啥物？较早甲我欺，我拢要甲无落死。哦，咱袂使安尼吼，咱唔通安尼想。咱是要接政权了，要让咱的家园、咱的故乡、咱所生长的所在，无拄好的要甲超我拄好，失落的要甲找到倒来，这才是咱该去做的物件。这就是咱的目标。咱若有这个目标内底，种种咱会当改变真济。昨我真带着台中州的同心吼，阮昨一群人去哩个山顶，去个真济部落，阮一哩个拜访，看到一件代志有欢喜，但是真欢喜，就是讲因还佫保有单纯的愿望、单纯的信心，但是真可惜的物件，就是甚物物件？因已经听候甲未赴失去啊！下一个，我来请大家欣赏着讲，这个歌曲伫全世界叫做《八部和声》，伊是东埔国小的囡仔唱的。当伊唱这个歌曲了后，阮昨过去就地重游，甲迄个东埔教会、东埔国小、甲迄个指挥迄个马校长，甲伊见面的时阵，阮发觉着讲。原来因真早真早以前都一直咧关心着台湾文化，只是无困难。啊，毋过伊嘛甲我讲一个真伤心的代志，伊讲当阮咧开始去卖的时阵，伊讲因第一张唱片做出来，伫美国卖出的是$1,000，一袋$1,000，结果伫遐卖了的时阵，互经销商提起平咧卖。啊！结果因伫台湾啊发行的时阵，无人甲买，大家拢讲这真歹听。首歌，请咱大家来用心听看卖，好听歹听吼。这首叫做《妈妈》，是叫做《台湾妈妈》，
伊是东埔国小的囡仔唱的，好、哦、来。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，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，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。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，顺便买礼物给我。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。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，我也想要电脑，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。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。
好。这首歌曲是真正台湾所做出来。我长过家去迄个所在，我甲这个历史讲予咱知影吼。这个团体捌伫2000年，阿扁总统要上任的时阵，邀请因去演唱。因演唱了，唔知是别国的元首，甲克林顿总统讲：“哦，你若无听到台湾的八部和声，了然啊！”可惜，枉费来到这个世间。你知克林顿听了吼，心内安尼喵喵。别国的元首佫甲讲：“你无法度去啦。”结果安怎？白宫怎发一张文讲：“来，全部的囡仔。”我邀请来白宫演唱，我无倒去，我叫伊来。所以当迄时，我嘛在内底，当然我无去。我看伊真欢喜，讲哦，我得要来去美国。啊，我甲问讲，请问我唔在使对恁去无？迄其中一个囡仔，安尼空空甲问讲，老师你不行，你唔是烦啊？我听者讲，哦，这安尼做甲遮尼啊，嚣摆的烦啊吼！当然，咱袂当安尼改称呼。啊，毋过当伊去甲美国演唱的时阵，克林顿夫人听了真感动，甲伊问讲：“请问恁的国家有这种音乐造就？请问恁一年还是一个月用半偌济经费甲恁训练？”迄嘛一个空音啊，甲讲没有，都没有。啊，伊转来甲讲：“啊，无安尼好啊，克林顿夫人。”该邀请阿公，阿无安尼，恁将金米要留到美国，我甲恁训练，我要甲恁出钱。结果一个囡仔胖胖的迄个吼，随该讲，为什么我们台湾优秀的人才都要来到美国？为什么台湾这么好的音乐要来这里唱？要归给你们美国？我不要离开我的家乡。我要在我的部落里面唱歌就好，我要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。你知道听到这句话，克林顿夫人马上给他回信嘞，讲拍摄我袂当将恁台湾这么好物件，甲提来到台湾，提来我的美国。这个是差不多将近20年的情形吼。伫阮经过20年后，昨去到迄个所在。我嘛去问到这个人讲，请问有某咪人、某咪人，因最近什么款？我昨听一个感受真歹，伊甲我讲，你问的迄个人已经死去啊，就是内底其中咧唱歌一个。伊讲迄个已经死去啊，我甲算起来，迄个人咧要得咧是30几岁，30几岁尔，比我较少年。我都要未死，伊哪会使死？但是伊个年岁比我较少年，伊已经死去啊！我讲是安怎食毒品？几年前我就知影，但是最近昨确定已经死去啊！咱听到这个消息了后，咱台湾政府相信你甲我爱负起一个真重的责任，毋是做官遮尼啊轻松，是做到咱的宽平了后，咱爱好好啊来管理咱的故乡、咱的国家。你有宽平了后，你还去会晓疼惜，就曾经予遮个人糟蹋过人，你还去甲伊安慰，爱甲伊教育，予咱的台湾会当如何？所以毋忙今仔日返去了后，你会当思考，咱等于甲厝了后，咱的使命感伫倒位？爱不断去思考，予咱的台湾，你甲我，咱无惊吓吼，因为你甲我。每一个人，咱的手拢牵做伙，咱并无软弱，咱嘛并无孤单，因为我相信，伫咱的团结内底，咱的台湾一日比一日要掌握到这个政权，已经成功啊！期待咱今仔日所分享的，会当成做咱回去的帮站。咱今仔上到到这，谢谢大家。今日，谢大家。